Bro, dude.你给你打8个，我打16个，打16加17，16加1733，33还有17个，还有这么多啊！我靠，还有这么多的，还有17个。啊，感谢恩总啊，感谢恩总，感谢恩总。他这个拜仁点3个轻脚，一个轻手，抵别人一个连招凹的血量了。我没有吗？必须要恨死我了。17个币够不够大口打呀？
哦，大口是11分啊，就比黑皮多了3分。我刚刚要是上罗伯特，估计没有这个效果，没有李良好。李良打这些人，打这些非主流，其实也很厉害。这是。大口吃11分的阵容。他每次都能按住啊，他每次都能打得到，这个其实不太好接的这个连招。我现在我上不了啊，我这个上不了啊，要等一会儿上啊。我刚点了没用啊，我要切换成那个才能。
不、哦，这真的是挨打挨打挨打项目啊，真的是挨打擂台。我去，我去，哎呦，
我感觉全哥应该上不了了。一个拜仁能打成这样，我操！我拜仁穿三，我操，太傻了！安迪的跳低还能跳 A 还能打逆向的，好伤。拜仁，我的拜仁不厉害。欢迎小林先生，欢迎小林。我的拜仁很差的。
谢谢房山小卡拉咪送的礼物啊，谢谢。应该是没了吧。后面还这么多人呢，后面还有五个人啊。加一半吧，you
大口那边好像他打八个有对家呀，是吧？化石人是吧？不应该是老头吗？哎呦喂！这都不刚 CD 啊！我去，看完大口，看完大口，我去。那肯定是最多的了呀，他币都不够了呀。那如果除非大口后面全打了，不然肯定是我最多啊。他最多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
拜仁的。我去。